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看课本29页，讲到佛成佛的时候那么认为佛法那么非常的甚深微妙，那么难信难解那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要说法，后来梵天王请转法轮那么佛那么才开始说法。那关于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请转法轮才说法这大致你后面也有说但是现在在讲这个佛法那么需要这个信相信在讲这个佛法，那么甚深微妙，所以难信难解因为这个这里在解释如是我闻第一个要让人家相信那就说到佛法是甚深难信。好，所以这个佛当这个佛请转法轮的时候，那么这个佛就回答：我法甚难得，能断诸结使，三有爱着心，世人不能解。好，所以就讲到这个佛法甚深微妙那么这个微妙甚深的法它能断诸结使这个结使其实就是烦恼那大概在课本的91页里面有讲到这个什么结使怎么结使就是烦恼。后来的部派对烦恼做很多种的分类大概在这个课本的91页那里就讲到结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翻过来如果有的话看一下这大概知道有结使九结那么这些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好要翻回来那么这里也是三有爱着心欲有色有无色有跟结使在这里都有。好，那他说这个甚深微妙的这个佛法能够断一切烦恼其实主要是讲这样。那这种法那不容易信解。那烦恼的众生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在长阿含经里面他就讲有贪嗔痴的众生那么一定不会相信，那么照着法去修行那这个所以我讲那么多也没有什么用例如像这样。好，那这个记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各个经典其实根据这件事情的记载那么各个经典里面讲的非常多那我们大概就举这个真言跟长阿含的来稍微来知道一下那真言劝勤品里面这个记载他说佛陀说我今甚深之法难晓难了那么难可觉知不可思维就是不是用意识思维就能够理解的修习微妙其实就是这个极尽微妙了那么是智者才能够觉知的那么也唯有智者能够分别能够仔细的分别他重要的这些义理那这个后面再讲到法喻法也是讲这个道理有一些人那么只是背诵就好像把船把那个渡海的那我们去坐那一条船是要渡这个河的生死河烦恼河的那你没有你把它扛在肩膀上到处走就是你不晓得这个船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那这等一下我们讲到后面再来讲啊。那能够分别它的义理啊，它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单单听闻正法啊，没有如理思维，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分别义理啊。就是你不了解佛为什么要这样说，佛为什么要治这个戒啊，佛为什么要说这个道理啊，是要你得到什么，完成什么啊？那你误解了啊，你以为天天把它朗朗上口啊，天天念一遍，在他面前念几遍，这样就好了，就可以解脱了啊？绝对不是这样。好，那么习之不厌，所以你要不断的修习，多修习啊。佛法常常讲要修习，多修习，修习多修习啊。孔子也讲啊，天天都要反省啊，增子啊，天天孔子讲学而时习之，要常常复习啊，常常练习。那曾子反省，传不习乎啊？那么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真理，有没有啊认真的去学习啊复习啊？你有没有啊？那么这个都是，只要是有智慧的人，那基本上他都要理解的啊。所以我们也讲过，我们学习啊一个方法，那么尤其是佛法的方法，要掌握三层的道理。第一层就是它是正确的，那么它有没有正确啊？你要从分别义理里面了解，才知道正不正确啊。第二个就是它适不适合你，跟你相不相应。你修了这个法之后，相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是你要知道的。那么你要去修了之后，你才知道相不相应啊，你才知道有没有啊，能不能从这个法上得到利益。第三个就是要纯熟，纯熟就是什么？要休息，多休息，要不断的训练，反复的训练啊，就是正确、相应、纯熟啊，这三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它正不正确？那么就从你有没有如理思维啊，有没有分别这个义理来说啊。那么相不相应？要看你有没有休息，有没有啊，跟你相不相应啊，跟你的心，你的心。这个法跟你相不相应，你适不适合这样修？因为有很多种方法啊，就好像很多种药。那你的病啊，比如说你是贪欲比较重，你就修不净观；你善乱重啊，你就修这个属习观；你嗔心重，你就修慈心观啊。那么要从哪里开始修啊？那这个你要看你跟这个法跟你相不相应，你修这个法之后，你的心跟这个法相不相应，那个这个都是要透过习之不厌啊，就不断的修习，多修习，然后要多修习，就是不厌倦的。所以要怎么样？要正确相应，还要怎么样？不断的练习到这个法常存在你的内心啊。这个孔子讲的，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啊。即使你在匆忙的时候，即使你在困顿的时候，意志最消沉的时候，啊，事情最忙碌的时候，最容易起烦恼的时候，你也不会忘记这个法。造次必一事，颠沛必一事，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烙印在你的内心里面了，啊，跟着你的血液一起流动了，跟着你的心脏一起跳动了，啊，那么你必须要把佛法练习到纯熟到这个地步。那么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如意不如意的境界的时候，你的法马上怎么样？跳出来，啊，就好像空气稀少的时候，你的心脏会加快，啊，稀薄的时候了，啊，那么一样，空气比较这个污浊的时候，比较污浊的时候，你啊，这个马上会感受到，你会尽量捂住口鼻。那么这个是你的习惯动作，为什么？啊，你要保护。一样，这个佛法具有这样的功能。那你要不断的练习到这样的地步。好，所以他说，那么你只要这样做了啊，正确啊，那么而且要相应，而且要纯熟啊，其实是这样，那么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一切法的作用，你就可以升起欢喜啊。那么色若与人啊，这个我们只是在说明啊，这个真言里面讲到佛要说法的时候，那么觉得这个法甚深微妙，那么我即使说了，也很少人会相信，不太有人会相信，因为太深奥了。
相信了也不太会去修，啊，那么也不太因为要很辛苦、很努力、很坚持，才有办法完成啊。所以佛陀在《长阿含经》里面讲，我今天得到这个法，是我三大阿僧祇劫精进不懈努力得来的。那一般的人他会觉得他可能没有这种耐心，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愿景啊，所以他可能很快就放弃啊。那我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久，讲了那么仔细，结果要不就是不相信，要不就是相信没有要去做，要不就是做没有坚持，那讲的也没有意义，浪费我的时间，徒自疲劳，堂自辛苦啊。所以他就觉得啊，没有必要了啊。像我们也是会这样啊，反复讲啊，你爱信不信，爱听不听，爱做不做啊，算了，那就不要讲了啊，类似像这样。好，所以色漏与人说妙法者，跟人家讲这样的一个佛法啊，人不信受亦不奉行啊，他不相信啊，他不受持，相信的不去做，不把他就是有听跟没听一样，相信而且受持就是意念在心了 啊意念，你所学习的法，你什么东西你会记在心里面，对你很重要的事你就会记起来啊。你记忆再怎么不好，对你重要的事你一定会记起来。你家的住址你记不记得起来？记得起来。你的电话号码记不记得起来？记得起来。你的身份证号码你记不记得起来？你记得起来。为什么啊？你时时在用吗？对你很重要吗？啊，很简单啊。所以那么你会记住你最重要的东西。你妈妈的名字你记得起来吗？啊，你爸爸的名字你记得起来吗？记得起来。为什么？那想一想你记那么多，想一想你记得起来的东西有多少，那为什么这个佛法你记不起来呢？你觉得没那么重要吗？很简单啊。所以你会记住你最重要的东西啊，就好像啊，你有什么病不能吃什么，可以吃什么，嘿，你也会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不能吃，这个我会过敏啊，这个对我好，我要多吃一点。为什么？哎，你记得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觉得他重要跟不重要的地方。那么重要的他会努力去实践啊，一样啊。所以人不信受，那么相信受持之后不依教奉行啊，你不照着做，那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那么所以堂有其劳则有所损啊，就是说堂受辛苦了，徒自疲劳了啊，没有意义。我今已可默然，何须说法？好，那么既然这样，那么就不要讲好了啊。所以据说啊，但是到底多久不说法啊？那也有各种说法啊。那重点现在这里重点在讲信了 啊，不相信。如是我闻就讲这个信。那讲到佛法难信难解，所以前面要放如是我闻，好让人相信啊。就在讲这个道理。那么在《长阿含》里面啊。那么他说此法为妙，与世相反，跟世间法不一样啊。我们刚才念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众生染欲啊，贪嗔痴，那么三有啊，这里讲的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啊，就贪爱愚民所缚，不能信解啊。那么这里是说到佛听到那放完就。那放天王啊，就请佛说法啊，这里大智慧里面有。那佛听了之后啊，就这样想啊，就这样想，众生根有利钝，垢有厚薄，教有难易，易受教者为后世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如水中莲花啊。那么他说有三种啊，所以后来佛为什么又说法啊？就是啊，虽然难信，但是总是有相信的人啊。那也有说这梵天这样讲的啊，就是说。众生虽然是这样，但也有啊，也有容易相信的啊。那么亦可开悟，就是他也会开花的啦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里面讲的。所以因为底下有善终相啊，那么他说我法甚难得，能断诸邪子啊。那三有爱着心，世人不能见。放天王白佛大德世界中智啊。那也有说这个是梵天说的啊，有时候是佛说的啊，那没关系啊，我们就这样看。大德世界中智啊，就是在这个世间中
智慧有上中下，有上智、中智、下智。我们说过，这个众生可以分成两类啊，众生分成两类。那这两类哦，这两类基本上都是三倍九品啊。我们记得这个《无量寿经》讲，众生有三倍啊，就极乐世界有三倍众生，然后往生的也有三倍。那《观无量寿经》讲九品啊，上里面还分三种，上中下都各分三种，就是三界九品。那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个一切众生啊，就有情了 啊。那么基本上分作两类，凡跟愚，凡跟圣，凡夫跟圣人。那凡夫就三界六道啊，那么圣者就分四圣啊，四种啊，其实也是方善中下了，声闻缘觉啊，菩萨或佛啊，那么基本上四种。那凡夫分也是一样，凡夫是以福德分善中下，以福德分三倍九品啊，一样以福德分善中下啊，三倍九品，细分就九品，初分就三倍啊。那么圣者啊，以智慧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那么以智慧分，一样是三倍九品啊，分上中下一样是三倍九品啊。那么福报大的啊，福报里面又有定善跟善善啊，那就分，如果初分啊，那么就是三界。三界里面啊，比如说欲界啊，欲界在初分啊，就有天人啊以及恶道啊，天啊上品的啊，那么人啊中品啊，那么三恶道下品啊，就基本上这样啊。那么天里面上品的在上面啊，就无色界啊，那么色界欲界啊又分上中下啊。那么就这样一直分了 啊，就这样一直分。欲界就是天里面啊，欲界一般来讲，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这个就分三倍啊。那如果说欲界里面来，就欲界来，哎，有天、人啊，然后三恶道，那即使三恶道也分三种啊。那么地狱、恶鬼、畜生，就地狱里面也分三种啊，就一直分啊，都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都不一样。啊，还是有分的，都有分，都一直分就是了，多分三倍九品。那人里面也一样，啊，人里面也一样，国王啊，那么贵族啊，百姓里面又有分啊，大富长者啊，一般的百姓、乞丐啊，反正就这样子分了，都可以细分啊，做三倍九品。但是这些都是依福报来分，都是依福报来分。天也是一样，天王、天子、天人，啊，那分三倍。那么圣者这以智慧分，圣者是以智慧啊，出果有学无学啊，那么有学里面出果、恶果、三果啊，那无学是阿罗汉，那又有具解脱、有慧解脱啊，那就分很多啊，就基本上圣者也是啊，分三倍，用智慧来分，以智慧来分，这个是依福德来分一切众生。好，那么这里讲到，那么现在凡夫的众生智慧也会分三种啊，就是凡夫中啊，一般来讲啊，就是三界六道凡夫是以福德分，那么圣者是以智慧分。那么现在佛说这个法是要让凡夫成为圣者啊，要重凡入圣、超凡入圣。那么要成为圣者，必定要有智慧，解脱的智慧，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就是没有染着的心啊，一定要有无漏的智慧。那凡夫都是有漏的烦恼啊，那虽然有福报有漏，但是智慧他有漏的智慧，凡夫是只有有漏的智慧，没有无漏的智慧，他有漏的智慧，就带着烦恼的智慧。那么即使带着烦恼的智慧，一样分上中下。啊，上智、中智、下智，啊，就好像啊，这老子里面也一样
啊，上至闻道啊，中至闻道，下至闻道啊，那不一样啊。那么上至闻道啊，那么就依道依这个依这个所说的法去修行啊。那中至闻道啊，若有若无。那下至闻道啊，哈哈大笑啊。那么大笑之啊，就觉得啊，那这个骗人的啊，是怎样怎样啊，就不一样啊，一样。那么这里啊，这里啊，从有漏的智慧一样分上中下啊，那么可以到达无漏的智慧。好，那么无漏的智慧一样也分啊。好，那么如果把它合起来啊，有漏的啊，那么无漏的，究竟无漏的啊，就断一切烦恼的啊，断烦恼的，我断一切烦恼的。好。所以他这里讲世界中智有上中下，就世间的人啊，在这个世间中智慧也有分上中下。善暖啊，这个奴善暖执心者啊，这个就是暖了啊。那么执心啊，就是柔软的啦啊，善良柔软的。那么执心的啊，就不惭屈的啊。那么亦可得度啊，容易得度，容易得到无漏的智慧。那么这种人假设不闻法，就会退堕诸恶难中。那假设他听到佛法啊，那么他就可以解脱啊。那么所以啊，应该要出来说法。这种人基本上只要听到佛法啊，那么就可以得解脱啊。那么佛陀曾经讲啊，少数如果佛陀没有出现在世间，只有少数啊，像大迦叶这一种。那么即使佛不出现啊，他也可以解脱。其他的人啊，那么佛不出现是很难解脱的啊啊。那么有一些人，就算佛出现了，他也不能解脱啊，就是有很多种啊，不一样。好，那么他这里说到啊，那世人若不闻法，就容易啊退堕诸恶难中。他举了一个譬喻啊，譬如水中莲花啊，那这里有一个啊。那么他说有生有熟，有水中未出者，若不得日光则不能开啊。日光就是佛说的法，佛光啊。那么佛亦如是，佛以大慈悲怜悯众生，故为说法。好，那么这里啊，说到这个佛亦如是，应该是后来啊，佛听了这个梵天的这个劝请之后啊，然后这么想的啊，然后就为众生说法啊。那么后面是有讲到啊，佛是这样想，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度众生，而不是说我一因耳啊。但是这里啊，有说到佛就这么想了啊，佛就这么想啊。他说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啊，就是莲花有三种啊，分上中下啊，就是他刚出那个污泥啊，但是还没出水，还没出到水，那么已经出了。啊，那么跟倒水，那么已经出水了，等待开花的，那么这三种人，已经他都出污泥了，污泥就是烦恼，啊，佛法很重要，在对治烦恼，啊，那么你的烦恼没那么重，啊，烦恼没那么重，你带着烦恼去找一个清净安乐的地方，找不到，啊，找不到，啊，你要带着要除烦恼的心，啊，去找一个。啊，比较容易相应跟法相应的地方啊，或是人善知识。如果你带着很深重的烦恼，你到哪里看到都是烦恼人，都是烦恼事啊，就好像一只狗身上有一根刺，那么它躺在那里都不舒服。偶尔有一天，本来右边有一根刺啊，那躺着怎么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偶尔翻左边了，哎，这里好，这里好，这里不会刺啊。其实那根刺没拔掉，啊，忽然间他又躺右边了，又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了，啊，开始又不，刚开始躺左边，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清净处，是个安乐处，啊，躺一躺左边酸了，又还给他躺右边，哎，这个地方又不好了，啊，本来好的现在又不好了，又开始那个刺哈，又痛了，啊，走到哪里都不自在，为什么？还带着烦恼嘛，啊，所以你应该要想办法把刺拔掉。在一个啊容易拔刺的地方，那可以告诉你刺在哪里的地方，想办法把那根刺拔掉啊。那么基本上，所以这三种都不为水所染啊，不为污泥所染了啊，不为污泥所染，那亦可开花，就容易开花
容易开花。所以你只要为他说，那么指点他的修行方法，那么他很容易就在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得到利益。那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佛，这里的重点在讲佛法不容易相信，其实是这样。我们看现在的人虽然学佛信佛，但是你会发现到他也不是真信佛，就是对于佛法没有真正的信解相信，只是迷信只是表面的相信他没有正信，没有确信没有尽信其实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往底下看他说过去未来三世诸佛的法三世诸佛就是三世诸佛所必然就是他的一个规则一个理则啦这三世诸佛所必然会做的事应该要做的事那么都是为度众生为说法，就是说法来度众生那么我应该也是这样所以诸就是佛法那么承认佛那本来就要度众生，那么如果讲辟支佛法不说法教化专以神足感动三昧变现来利益众生就是他就不说法就是佛法辟支佛法或是众生法佛法那么他这里讲到皆度众生未说法，那么有没有佛不说法度众生的？有没有佛不说法度众生的？有。如果一大智论里面来讲那么其实辟支佛也是佛了那所以我们来看大智论里面，好，我们如果看这个讲义191页如果大家有讲义了那如果没有没关系就听我讲就好了这191页里面他就讲到你看诸佛之法190页中间中间为什么要劝请就讲到这里就是那佛就是要说法度众生，为什么要劝请讲到这里他说诸佛之法就是诸佛法，就是诸佛之法的一个的承认佛他必定要做的必定会做的一些事必应说法度众生那么他这里就说到有没有佛那么没有人请为什么要请那有没有人有没有佛说没有人请然后他就不说法就度众生入涅槃就不说法了那么他这里就讲到有比如说虚善多佛那么多宝佛一样那华华经的多宝佛还有虚善多佛这个都没有说法就入涅槃那这里讲到释迦佛是57日后那么不说法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对照来看好，那换回来换回来所以他这里讲三世诸佛之法这个不是佛法是三世诸佛之法就是他的一定会做的事，他的一个法则理则那么就是比如说人法就是只要是人一定说两个鼻子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鼻孔两个眼睛那么这个就是人所要有的人所应有的那么佛大部分都是度众生的那么我亦因而好那他说如是思维尽这样想了完那么受梵天王等诸天请说法那么到底是梵天请法还是诸天请法那么都有这经典里面记载一般是梵天请法但是有的记载是诸天都来请法诸天都请佛说法还有一种就是诸天去请梵天王那么一起来请佛说法因为这个记载那我们知道这个佛法后来流传久了之后就很多种版本记载的越来越多讲的越来越详细本来是梵天请说法后来所有诸天请说法当然也有综合起来的诸天去请梵天然后去请佛说法一起去请佛说法就有这样的好那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好所以
尔时世尊已即答言，好，就是梵天请佛说法之后，那么这个佛啊就答应了，然后这样讲：我今开甘露卫门啊，那么佛法一位就叫做解脱位啊，甘露就是解脱的意思啊，就是不死啊，不死就是不生就不死啊，甘露是不死药啊，不死的意思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涅槃了啊。那么因为人啊，那么假设解脱了，那么他就得不死啊，真正的不死啊，真正的极乐啊，所以这个是甘露卫门啊，都解脱了啊，解脱的法，就是我要广说解脱法。今有若有信者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未为说啊。那么这里是说到啊，是法深妙难可解之，今为信舍乐者听者说啊。他这里是说到这个。佛是说他是这样啊，是法甚深，难可解之。今为啊，现在我要说法了，但是为信受乐听者说。今为信受啊，因为有人信受，有人不信受，有人奉行，有人不奉行啊。今为信受啊，那么乐听者说，欢喜啊。那怎么样听完了之后会欢喜呢？啊，相应，相应就欢喜。那欢喜到了一个程度啊，那么你就会怎么依教奉行啊，就会真的去做啊。乐听者说。所以你看经典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啊，你看它都是这样。第一个要先相信啊，这个就是要相信啊，很正常。然后相信什么呢啊，底下就讲道理了啊，讲这些道理，讲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里面不外乎是啊，这里面不外乎是啊，我们说道理、道路、道德。道理，修道的理论跟宗旨，修道的宗旨，不管是解脱道、菩萨道，这个道有解脱道，有菩萨道啊，有解脱道，有菩萨道，有人天道啊，这个道啊，人天道啊，或是讲世间道、出世间道啊，这人天道啊，那么解脱道、菩萨道，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是世间，这个是世间道，这个是出世间道，这个是世出世间道啊，虽在世间，虽出世间啊，不出世，就是他已经断烦恼，但是他还在这个世间啊，那么就是不出世间的，这个就是在人间一直行菩萨道了哈，那么就是不出世间的出世间道，那基本上叫做世出世间道，这个叫做世出世间啊，这个佛法基本上就是分大概分这样啊，就是这个道，那么不管是哪一种道，不管是哪一种道，它都有啊，应该我们写啊写高一点好了，不然不好。好，它不管是哪一种道啊，这容易记，大家把它记起来就好啊。它如是我闻，那么底下啊就开始讲很多啊，讲啊，讲不管讲什么，那么他讲的底下一定是这三个，那后面最后面啊，最后面就是欢喜信受啊啊，欢喜信受啊，相信了，然后依教奉行。
啊，所以他这里都有一个信受啊，然后依教奉行。那中间啊，中间就是这里啊，中间就是底下这里啊，应该是卢斯瓦文底下啊，那么他就是这样啊，讲什么道理呢？啊，讲这个道理、道路、道德。道理修道的理论跟宗旨，啊，比如说啊，你要幸福啊，你要有真善真心啊，那么你要幸福，你要快乐的过日子啊，你要解脱啊，你要成佛啊，那么他的宗旨不一样，他的目的不一样啊。那么，那如果你是要快乐幸福的过日子，或是你要升天，好、哦，那么升天必须要具足什么啊？那么快乐是怎么样才叫做快乐？要具足哪几种因素啊？就讲告诉你，分析给你听啊。那么比如说，那你之所以不快乐，那是为什么不快乐啊？是你的业啊让你受苦，那你的杀业就会让你短命多病的苦，你的偷盗业就会让你啊这个贫穷卑贱的苦，你的邪淫业就会让你有眷属不和的苦。好，那么所以你要离这个苦，你必须要先断这个烦恼，就是离这个恶业。你要离这个恶业，你要修布施，除了不偷盗之外，你要修布施，那么这样你才生活才不虞匮乏啊。除了不杀生之外，你要还要护身，这样你才能够长寿健康啊。就告诉你这一些啊，假设你要幸福啊，这你的宗旨是这一辈子要过得幸福，下一辈子也要幸福。好，那你的宗旨是这样，好，那你就必须要知道，那什么叫做幸福？那么怎么样可以得幸福？怎么样会不幸福啊？就要讲这个啊，佛法就是这样啊。那假设你要解脱，那么他就会告诉你宗旨又不一样嘛啊，解脱道啊，比如说道啊，我们讲有这个嘛，这个道，那么修道啊，你要修的是什么道？那么他都有，你要得到什么？那么你必须做什么？为什么？啊，就很简单嘛，就是你要得到什么，那么你必须要成就些什么，完成些什么？为什么？理论嘛，啊，然后好，那么修道的理论跟宗旨，道路叫什么？修道的方法。好，那么要怎么做啊？方法是什么啊？修道的方法。那么你这个你都要明白哦，啊，那用什么方法啊？比如说解脱道，那么就必须一定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他就是要，因为就是贪嗔痴让你不能解脱啊，他有他的理论，他有他的理论。好，那既然要断烦恼，要怎么断？断哪些烦恼？好，那么所以烦恼整个烦恼啊，见烦恼、爱烦恼、无明贪爱啊，或是贪嗔痴啊，或是九十八劫啊，不管反正看你怎么分类。那么修道的方法啊，就是要断烦恼。那怎么断？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要怎么做？啊，三无漏学八正道啊，那基本上它就有个次第啊。那方法啊，第一步要怎么？第二步要怎么？第三步要怎么做？到最后完成，究竟最后一步是哪一步啊？那么完成了之后会怎么样啊？就你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后面的修道的方法和次第啊，方法一定有次第。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那么就是断贪嗔痴，啊，次第不一样啊。那么根本是什么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那道德就是什么？修道的德的作用，啊，修道的作用，修道的殊胜。所以后面这个都是在后面讲的啊。你听了这个经之后，那么你依教奉行，你会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啊啊！那么修道的殊胜和功德，功德就是作用，就你会有啊，你可以解脱。啊，你可以成佛，你可以下一辈子幸福快乐，生活不虞匮乏，没有短命多病，没有富贵贫贱啊，你可以这样啊，修道的殊胜啊。我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我不这样做啊，我就得不到这个好处啊。那你如果这样做了，你知道了，照这个方法做，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和功德？
啊，那基本上是这样，你都必须要知道啊，你必须要知道啊。所以敬畏信者信受热听者说啊，他说敬畏信受热听者说，不为触恼无益者说啊，不为触恼无益者说啊，触恼啊，就是你不信啊，还来触恼无益者啊，说了对你也没有用，你不信就没有用啊，我说了你不照着做也没有用啊，我说了你不明白也没有用。第一个，我说了你不相信啊，没有用啊。第二个，我说了你虽相信，但是你不明白，你不真明白也没有用。你虽然相信我，但是你不明白我说的话，那也没有用。啊，第三个，你明白了，那你不真的照着去做，那也没有用。啊，其实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好好想，我们相不相信佛？那么我们明不明白佛说的道理？真？是不是真明白佛说的道理，佛说的次第，佛说的方法，你是不是真明白？那你明白了，你有没有照着做？那你要好好想这些事啊！啊，无益者说啊，不为触恼无益者说啊。好，那么这里啊，所以他说啊，若有信者得欢喜。那这个是我们啊，稍微要知道的了。然后要欢喜信受，如是我闻啊。那么底下所有的经文，一切经文，它基本上一切经的经文里面说的，在如是我闻跟欢喜信受依教奉行中间，就是讲这个。所以修多罗次第所写，你读一本经都要把这些东西道理、道路、道德读出来，你要真正明白。这本经在告诉你些什么？啊，那么他读完了之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这本经在告诉你些什么？那么你读完了之后，你知不知道读完了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么知不知道做完了之后你会得到什么？就这样啊。你知不知道这本经在讲什么？知道了，你就会知道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做完了，你就会知道你做完了会得到什么。就是不是？那我们读完经之后，有没有知道这本经在讲什么？那是不是读完经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我要去做什么？那这过程做完了，每做完一步，你就会知道真的有这样。做第二步啊，做第一阶，你就看到第一阶的风景。爬上一楼，你决定跟你还没爬上一楼看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爬上二楼，你就可以看到二楼的风景，享受二楼的风光。你爬到最高，上面没有楼了，你就知道最高的最上面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那个上面是什么？你一定会知道。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本经？读了这本经，你有没有知道这本经在讲什么？知道了之后，你知不知道这本经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你有没有啊？就有没有依教奉行？做完了，如果做完了，那你有没有得到这本经说的作用？读完这本经后所得到的受用，在你的生命产生的作用，在你内心所拥有的受用，你有没有？没有，那表示你做错了。他告诉你这杯水喝下去就会解渴，结果你喝了也没有解渴，那表示你喝错了。很简单，他告诉你往右边有一家便利商店可以买到什么，结果你往右边去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表示你走错了。那么所以你要好好的想这些，要修行，不可以盲修瞎练啊，不可以啊，要照经典道理道路道德你要弄清楚啊。那这个不难记啊，你好好想啊，每本经你读了经之后，你都要知道这些道理。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他说，非恼他故而谓说啊，所以他说不为触恼无益者说啊，那因为
啊，在《长阿含经》卷一里面，他有讲啊，说这个法甚深微妙。假设不理解，那么他就会生烦恼。不理解的人会因为听到的佛法而生什么？而生烦恼、触恼啊。那么如果他不理解，他会生触恼。那么我再为他说，那么他就怎么样啊？那么也不会照着去做，必不成用啊。那么就是他不会照着去做了啊。所以啊，那么就。我现在讲不是为这一些触恼者讲，不是为不信者讲，不是为听了不喜欢的人讲啊。所以才有这个啊，我今开甘露未门，若有信者得欢喜啊。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未说。好，那么底下也有注解啊，我们就可以看啊，顶引的是五分律。其实各个经跟律说的差不多了啊，只是翻译的名词引用的多跟少而已。好，那么佛此记中，佛现在这个记不说啊，布施人啊，布施的人得欢喜，也不说多闻的人、持戒的人、忍辱的人、精进的人、禅定的人、智慧的人，这个是六度了啊。那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或是多闻啊，那么，他说，独说啊，单独说，信人就是有具足信心的人啊。那么佛亦如是啊，佛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第一甚深微妙，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啊，就是。第一甚深法啊，这第一甚深法微妙啊，其实就是第一甚深微妙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法啊，就是我这个法甚深第一微妙了，应该是这样了。我法第一甚深微妙啊，那么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啊，不动不已啊，这个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有时候也蛮麻烦的，我们来看。看他底下有注解啊，通常以啊，这里说的就是一啊一啊，不过以有时候它是这样啊，一跟以也差不多一样了啊，这我们就擦掉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大家要记起来啊，这每本经从如是我闻啊到欢喜奉行啊，欢喜受持依教奉行啊，或者说欢喜奉行啊。那么中间的这些道理，这个以基本上啊，这里讲的就是一啊，比较是一啦，不一不左啊。那么或讲以也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七觉知里面啊，七觉知里面啊，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七觉知里面的这个念责法。精进喜清安，清安也是念已，清安是念已。翻译啊，他也翻已，清安。啊，那七觉知里面啊，喜已定舍啊，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清安啊。好，就是心啊，那么有得到那一种受清安的受啊，欢喜受好。那但是这里的以基本上这里的以啊基本上就是一了啊，其实就是左不左啊，比如说这个大智论里面啊，那其心不动不喜不左啊，那这里又讲到啊，都常常有这个翻译了啊，那这里讲比如说这个不动不依不左啊，那么这个大智度论卷三十四里面啊，是十法相不受不动不着不依无所有啊，所以不着不依啊，就是这个以啊，也是依啊。那讲到这个实相啊，心不依着啊，不着不依。那么其他的在大智度论其他卷里面啊，我们写一下好了，让大家做参考。那么，因为这里只有第一册第几卷，啊，第十二卷啊，因为这个太多本了，不然我们就翻过来，啊，就是大家可以对照看，基本上是这样啊。
如果产这个以啊，它到底是在说什么啊？如果我们从大制度论里面啊，那么说的啊，那么比如说啊，自论，因为都是自论的嘛啊。我们把这个先讲这个讲完啊，自论卷五啊，这卷五啊，卷五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他说德忍菩萨，因为他这个法，他这个法啊，那么甚深的法啊，德忍菩萨他说德忍菩萨其心不动不喜不着，那么卷十三啊，他说知界实相啊，知道这个实相啊，就界的实相也是实相，知道界实相，心不依着啊，一样讲到这个以，那这个以其实就是依了啊。古代的一啊，或是乙啊，这个人字旁的乙，然后卷三十四是十法相啊，甚深微妙的法相实相啊，是十法相，就是四法实相啊，是十法相，就是四法实相啊，那么不受不动不着不依。无所有啊，所以啊，基本上也是不着不依的意思了，基本上都是不着不依的意思啊，就是所以他这里说到啊，这个依啊，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啊，所以他说这个啊，不动不依不着无所得法啊，你们看那个卷这个三十四的啊，一样。非一切智人不能理解，啊，其实就是为佛与佛，一切智人就是佛，佛是一切智人，啊，那只有佛才能够知道佛所证得的法，啊，《法华经》说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究竟彻底的知道。那如果是菩萨初得法身的，就分支啊，一分一分知道，一分知道二分这样，啊，好，我们先下课。好，先下课。
来看。所以他这里讲到这里啊，这里都在强调相信，相信，佛法里面啊，第一个就是相信啊。这之前我在国外上课的时候啊，讲一个主题啊，叫做相信。重点第一个就是在一切人中，第一个就是相信佛法，相信自己，然后之后就是要相续。对于你所相信的法，要持续的修行，那么要修到跟心相应，跟法相应。那么这三个啊，就是修行的这三个重点：相信、相续、相应。那么相信有两个啊，很重要。第一个一定要相信佛法，那么这个是最初的。第二个要相信自己。那么有些人虽然相信佛法，不相信自己。佛法很好，佛说的我也认可，我也知道，只要照佛这样说，一定能够得到佛所说的功德。但是我业障重，我烦恼重，我根气差啊，所以我做不到佛说的，我没办法。那个是大菩萨在做的，那个是有数数善根的人在做的，我这种人是做不来的啊。那这样就没办法，因为是你要修行，你要修学佛法，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你，一个是佛法。不管你不相信佛法，那么你也没办法修行；你不相信自己，你也不会依着佛法修行。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看见外道都不相信佛法啊，有一些人，有部分的人不相信佛法，但是佛弟子里面有一些佛弟子里面，他相信佛法了，但是他不相信自己了，一样没办法。一样没办法，这个见过很多，啊，就是说，像很多人啊，这个世界，那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末法，啊，佛法确实是可以解脱的。像现在像我们这种人，在这个时候修学佛法也不能解脱的啊。你看，你相信佛法，不相信自己，依着佛法能解脱了。那么一部分当然对佛法所说的道理没有真正的理解。那么也不相信自己了，那么就没办法。那么这两点做不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佛法，因为是你要学习佛法。那么如果究竟目标，不管刚才讲的是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你都要相信佛法，而且了解佛法。那么相信佛法来自于了解佛法，你要真了解佛法，你才会真相信佛法。那么相信自己要了解自己，所以人是上升下沉的枢纽。你会做人，那么一定是善业比恶业多。你做人会学习佛法，一定跟其他的众生比较起来，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三根。就是说你会相信佛法，比起那一些不相信佛法的人来讲，你是很难能可贵的。那么多人啊，全世界那么多人接触到佛法的大概只有就不到十五分之一而已啊。那么佛教徒是占少数的，世界大概有75亿的人，现在世界大概有75亿的人，南传、北传、藏传加包括那个乱传的，全部加起来不到五亿人哦。这边人这个是有接触到佛法，而且稍微相信佛法的，啊，但是他是基本上就是不是了解佛法，但是他相信佛法的。那如果把真正了解佛法又相信佛法的人，可能不到5000万，还更少，啊，那你是那么多人，还有北俱芦洲根本没有佛法的呢，啊，还有其他地方根本没有接触到佛法的呢，所以你能够相信，你能够遇见佛法。能够相信佛，遇见佛法不一定会相信佛法哦。舍未成，佛陀在那边二十五年，有几千个阿罗汉都在那里活动，几千个阿罗汉哦都在那里活动。舍未成有90万人，啊，一亿是10万人啊，就9亿人，90万人，有90万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那么见过佛，听过佛法。啊，那么所以你看，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见佛法，
而且遇见了还能相信，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为众善根。而且人跟天比较，只有人跟天，只有人跟天可以学习佛法，只有人跟天相信之后可以学习佛法，其他的没办法，其他的没办法啊。所以你既在人中，你在人中，你又相信，你又遇见佛法，又相信佛法啊，那么你是很难得的，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你要了解啊，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佛法，不相信自己，那你都不了解我现在站在什么平台上啊，什么基础上我才可以这样。你了解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对自己，你对佛法会升起难招意象，你对自己得人生闻佛法，你会得到殊胜难得享。这样佛法是难招难遇的，人生是殊胜难得的，现在都给我遇见了，得到了，我还不努力，我什么时候努力？我还不相信自己，那我什么时候要啊？这个是最好的时候了，你一定会努力，你一定会勇往直前。孟子讲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一千万个人拉住你，叫你不要往前面，你还是会往前面，因为你已经相信自己，相信佛法。所有的人都跟你讲你不可以，你知道我可以。所有的人都跟你讲你做不到，你很肯定的说我做得到。你就是要有这种担当啊，真的。我看见很多人都没有、啊、要不是不相信佛法，就是不相信自己。相信佛法不了解佛法，你这个信不是正信啊，不是迷信啊，很多啊。相信自己要了解自己啊，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后你就是对你所相信的佛法跟了解的佛法，不管你是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你依着次第、依着方法不断的努力修行，相续一天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相续，真的相续到什么程度呢？相续到跟法相应，法入心啊，得法身啊，那一分一分法身，最后就成就了。那一旦相应之后就不退转了，真相应了啊，跟无漏法相应。那这个你要知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所以相信啊，单单相信啊，单单相信，你一定要相信佛法，相信自己，相信佛法必定要了解佛法，相信自己必定要了解自己。那了解佛法，你就会依教奉行，那么你就能够跟法相应，所以叫做信解行证嘛，它就是这个次第啊。啊，相信就是开始一起这样往去做了，啊，那么所以你必须啊，那么好好的了解佛法到底在讲些什么，啊，那么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修，啊，那么修到底又是什么啊？那你这些要了解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啊，我是发现真的是就一般人来讲啊，一般人来讲啊。那么要先从相信着手，那么但是对于佛教徒来讲啊，他们从了解佛法跟相信自己一定要啊。我发现很多人不相信自己啊，啊，那么不了解自己。好，那么这里啊，这里再说到，所以佛法中信力为出，信力能入啊。那没有了信，你哪里会布施、持戒、禅定、智慧？你都不相信了，你哪里会照佛说的这套方法去做啊？你哪里会修三学八正道？你哪里会修六度四摄啊？不会啊，你都不相信佛说的啊，所以不是啊，其他的能够入佛法啊，最初进入佛法就是相信。所以他这里讲了一个偈啊，如说偈言：世间人心动，爱好福果乐啊，就是世间人的心基本上啊都是比较爱好啊福报、福乐的果报啊，就是说世间人喜欢啊，喜欢得到，只享受那个好的果报，但是他不知道好的果报要从好的原因才有
啊，你没有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你只想要得到那个因，而不想得到那个果。那你只想得到那个果，美妙的果实，而不想啊去从那个因下手啊。所以要有因才有果嘛，啊。那么所以像啊，比如说啊，现在说啊，我们不用修得那么辛苦，我们只要好好念佛，那么佛修的功德都会给我们啊。这种观念就是这样啊，我不用修，没有那个因，佛自己成佛。佛自己成佛都是这样修来的，你不用这样修，你只要好好念佛啊，那么佛就把他修的功德给你。这不是佛法，这不是佛法啊。那就是啊，一般人都是从因修啊，我们念佛的从果修啊，没有没有啊，所有的佛法都不能违反因果律，有因才有果啊，没有因绝对不会有果啊。那么又都不会违反业报的理则，自作自受，佛自修自得，你也自修自得。你不是说佛有大慈悲，所以佛修回向给我，我就会得到佛的果报。佛修那么大，几大阿僧祇劫，我们现在依着佛号，依着念佛，佛就可以把他的功德给我们。我告诉你，这样说不是佛法啊。那么所以世间的人都是这样，只喜欢享受那个福报，那个福乐的果报啊，那么心都是动乱不安的了。就是他不是啊，他不是有智慧的啊，就是比较愚痴无智慧的了啊，动乱的，跟那烦恼相应的了啊，心动就是跟烦恼相应了啊，跟烦恼相应的就是心动啊，所以他只爱好福乐的果报，美妙的果实啊，福乐的果报，而不从获得这个福乐的这个原因下手，要有因才有果嘛，啊。那么求有不求灭啊。那么福乐的果报是从哪里来？从没有烦恼来，没有恶业来。那么你要先灭恶业，你要先灭烦恼、灭恶业，你才会有不苦啊。那么的福乐果报可说。那么你只想灭苦而不灭苦因。你只想灭苦而不灭苦因，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想得福乐而不修福乐因，那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世间人啊愚痴的地方了啊。一切的痛苦灾难都是因为愚痴而有的，不知道嘛，无知啊，无知啊。你应该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啊，就好像世间人吃药，他不从。比如说啊，你骨头痛啊，那你告诉你要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要多运动，要保，要怎么样？你不照着做，你只想说有没有一个灵丹效药、灵丹妙药吃进去马上不痛的，有类固醇啊，吃了之后啊，真的就是这样啊，吃了之后哎，真的不痛了，现在不痛，以后痛得更厉害啊，不只是骨头痛啊，连胃都痛，连肾都出问题。你又要吃更多的药啊！就是世间人就是愚痴，那只想赶快把这个苦消除就好，啊，那么不要从苦的原因下手。所以佛法讲四谛，苦集灭道。你要灭苦，一定要知道苦因是什么，要从灭苦因下手。那么要有正确的遵循正确的方法，才能把苦灭除。所有的苦都灭除，福乐就现前。真正的乐叫做极乐。极乐就是解脱乐啊。那么你必须要把，你之所以不能解脱，之所以受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恶业，你有恶业是因为你有烦恼，你有烦恼是因为你无知，愚痴无知啊。所以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啊。那么而有众生，而有烦恼，而有三界六道轮回啊。那只要有轮回，一定又有苦啊。所以啊。那么大部分的人求有不求灭，只求有快乐而不求灭苦，只想得乐啦，只想得乐。但是乐是在没有痛苦的状态下来说的啊。如果你有痛苦，那么你的苦不减啊，那么你的乐就不会有真正的乐啊。所以啊，乐有乐因，苦有苦因。你不灭苦，你不修福乐的因啊，
比如说好，你要有钱啊，我们举个例啦，现在的人都想有钱嘛，啊，比第一个有钱嘛，啊，有财有钱，那你有钱要怎么样有钱？第一个你要努力工作，学习技术，努力工作。那么有些人努力学习技术，努力工作啦，也是没有钱，那表示什么？他福报不足，啊，所以他要修福报啊，布施啊，或是他过去啊，过去有偷盗的业，所以左手拿进来的，右手就会拿出去。如果有福报的，有福报的，左手拿出去的，右手马上又会拿进来，啊，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要修布施，啊，还要努力工作。假设有福报的人，那么很多次一生下来他就很有福报，啊，他不工作就有了。那过去的福报，那福报中等的人，努力就有，不努力就没有，啊，就福报有分，我们刚才讲凡夫分三种嘛，啊，如果从福报来讲，啊，这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啊，很多人不知道，只要福因啊，那不要只要福果不要福因啊，福报的果不要福报的因啊，就好像比如说你修财神法，啊，那你要有钱啊，就拜财神。啊，拜到财神把钱送给你，这个叫什么？啊，你不修福报的因，只想得福报的果，啊，那个这个是错的，啊，你想往生，啊，你不好好修善根福德因缘，啊，没有尽心，没有尽业，没有尽心哪来的尽业？没有尽业哪来的净土？啊，这个业才有这个报嘛，土是一种果报，那么你没有业哪来的福报？哪来的净土？没有尽业啊，举个例来讲啊。那么比如说啊，你要生净土，你要到净土，净土是一种果报，福乐的果报是一种福乐的果报，无有众苦嘛，但受诸乐嘛，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好，它是一种福乐。果报一定从哪里来？从因来，叫做因缘果报嘛，一定从因来。因是什么？敬业啊！这净土经典里面都有讲，只是你没有读清楚而已。一定要有敬业，净土这个果一定从因来，一定从业敬业啊。那敬业是什么啊？比如说《无量寿经》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啦，往生净土的四种因缘，第一个，大圣净土一定要有菩提心。大圣的净土跟一般声闻的净土又不一样，跟人间的净土又不一样啊，跟世间的净土不一样啊。那么大圣的一定要有菩提心，所以第一个要发菩提心，第二个一定要修诸功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啊，我们只是举例了哈，那很多人不晓得，只要想福报的果，不要想福报的因啊。比如说啊，《无量寿经》那一样啊，那世间的人求财神也是一样啊，求长寿也一样啊。比如说《无量寿经》，往生的四大条件缺一不可，就好像你要出国啊，要有机票，要有护照，要有签证，啊你人还要到啊，不然飞机要有飞啊，不然你缺一个都不能往生啊。那么第一个要发菩提心，它有四种因啊，发菩提心，因为它是大圣净土，你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二圣果不生嘛，二圣种不生嘛啊。那么第二个要修诸功德，你看，啊，那修诸功德就很多种了，啊，戒定慧解脱啊，那么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持心不杀、修持三业啊，反正就很多了啊，就很多。那么上中下的差别，上中下的差别在于功德的差别。有智慧就上品上辈，没有智慧就中辈下辈；有定有戒就中辈下辈；有福报的啊，修善业的就下辈啊，就这样啊。大修功德啊，这个修诸功德里面就分上中下。上中下都是从这个修诸功德里面的啊，这大修功德，上辈的是大修功德，啊，功德很多而且很重啊，戒定慧都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修诸功德，啊，修了很多功德，啊，但是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长啊，没有那么多啊。那么最主要的是智慧啊，就上分上中下。你看我们都是三辈九品嘛。那下辈多少修善啊？你看，这是《无量寿经》讲的啊。那一样啊，你看他现在的念佛的人，他不管这个，他说我是念佛，佛就把功德给我。这个不是
这个甚至不是净土经典的意思，啊，是你自己私心自用自己讲的啊，不是这样的啊。照经文里面讲，所以我们说嘛，就好。那你现在，你现在是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哈，你现在是要往生，往生的宗旨，你的宗旨就是往生。那往生的，刚才我们讲，那往生的理论是什么？往生的方法是什么？往生的次第是什么？那最后啊，升到那边啊，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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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往生的殊胜跟功德，一样嘛？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啊，那么这个你要清楚啊。那你没有，你只知道哦，只记得哦，去只要去到那里就好就好。那么总归一句话，只要念佛就能往生，你只要相信就能往生。没有啊，你的信不是正信啊，不是这样啊。那么最后才是怎么样啊？一向专念。然后回向花愿，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只要回向花愿就好了，啊，或是一向专念就好了，只做这两个啊。现在要念佛往生的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只做一向专念跟回向花愿，也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修诸功德，那么上中下大修功德，修诸功德跟多少修善。至少要是善，不要是恶的，你要多少啊？那下辈啊，你看你还会去好好读就知道了啊。所以那一样，敬业净土是由敬业，这些是敬业啊。那大圣净土一定是不离菩提心的啊，那个你要知道，那敬业是由什么？由敬心而来，没有敬心的业哪里会是敬业？没有敬心哪里会有敬业？没有敬业，哪里会有净土？没有净土，哪有净土的那些殊胜？没有啊！你要好好想啊。好，那么这个只是我们只是举例啊，就是你福乐的果报啊。假设是净土，那么必定要有福乐的因。那敬业的因是什么？是敬心啊，像我们一样啊，六轮回啊，比如说，那么净土就是因为可以不轮回嘛，啊，一生不出啊，或是得无生不轮回嘛。好，那轮回假设这个是苦。苦一定有苦因啊，苦因是什么？是恶业啊，轮回一定是业啊，不管是善业恶业，如果是善业它就在人天道，如果是恶业就在三恶道。那么轮回三界六道它不完全是苦，但终究是苦，那么它一定是因为业，善恶业。那善恶业是因为什么？烦恼，或烦恼，所以叫做惑业苦嘛。业的因是什么？烦恼惑。那惑只要有无明跟贪爱，烦恼主要是无明跟贪爱，不知道，懒着这个世间啊。那贪爱自己爱境界爱，自己爱对于现在这个身心的懒着，对于未来生命永恒相续的渴求，那么这个是自我爱，那么对已经得到的好的东西非常的懒惰，对于没有得到的不断的追求啊，那个是境界爱。那么你了解这个从哪里来，这个都是烦恼啊。你轮回的苦，轮回的苦是由因为有业，业是因为有烦恼，或业苦或业苦。那么好，那么你现在要乐啊，极乐，那么你必须要有什么？有敬业，净土要有敬业，敬业要有敬心啊。轮回是因为杂染业啊，那么杂染业是因为杂染心，那不过就是这样嘛，这很清楚的道理啊啊。那么你现在只要福乐的果报，却不去修这个福乐的因，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整个世间人都这样啊，世间人都这样啊。比如说修财神法啊啊，那么红财神、黄财神、白财神啊，修财神法，修财神就会有财啊？不是啊，啊，那如果说好，那你念往生咒就会往生，盖往生被就会往生啊？不是啊，啊，那个都想得到那个果报，而不去做那个什么，做那个因呢、啊？不去做啊？那么有财也一样啊，凡夫啊，凡夫三辈。有福报的人啊，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有福报的人，这个是啊，从这里讲啊，世人啊，爱着这个热果
福报果，但是不去修福报的因啊，比如说啊世间人啊，那么有福报的人啊，比如说修财神法啊，这个是啊有福报的人，比如说凡夫了啊有福报的。我们说凡夫有分上中下嘛，有福报的人啊，那么基本上来说了啊，世间人啊应该是这样写啊，世间人。是的，从福报来讲，从福报来讲分上中下，上的一出生就有福报，到死的不虞匮乏，比如说像天人也一样啊，天人出生在天上，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失一得一，想就有想就有，失十得十啊，一时是代表他不虞匮乏，不虞匮乏啊，失十得十，想就有啊，在一般的人天上啊，一般的人有钱的啊，那么没有什么，跟妈妈讲一下就好，跟爸爸讲一下就好，啊、甚至不用讲，妈妈看你没有就马上自己买给你了，啊，爸爸看你没有就马上买给你了，真的，哈、啊，还用讲吗？不用讲，啊，你看那个杨贵妃，啊，她想吃荔枝，她在长安，荔枝在广东，啊，那个马要骑好几匹，快马加鞭啊，快递那个时候的快递，马上跟她送去，新鲜的。用保存的方法保存的很好，可能送过去，啊，你看那个宋美龄，宋美龄也是有福报啊，她皮肤容易过敏，她每天都盖那个蚕丝被，最好的顶级的蚕丝被，啊，你看，人家有福报啊，啊，那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但是天人的福报一样，那人间的人有福报就这样，一出生就有，那么中等的啊，就是你不用自己张罗就会有。你过去修的嘛，那么中等的努力就有，不努力就没有，啊，努力才有。可是你只要努力就有，可是不努力就没有。下等的要很努力才有，甚至努力也一下子有，很快就没有，要很努力才有，还不一定有，很努力才有。而且人家这个努力就有是很多，这个努力就有。你很努力，你努力十分可能只有一分，这个努力十分就有十分，努力多少就得多少，这个是努力很努力才有少分，而且难得一失，很快又没有了，甚至努力不一定有，叫很努力才有少分，但是有时候很下品下身的就是即使很努力也没有啊，你看，啊，那么难，而且有了之后很容易失去，难得一失。啊，你看，就福报就这样嘛。那你现在不努力从这个因，比如说这个是因为犯偷盗，这个是不犯，这个是有犯偷盗，所以你得来的东西还债还不完啊。就好像你跟银行借很多钱，现在虽然很努力赚钱，一天兼三份工作，你还银行的钱还不了啊。你没有存多少钱啊，那么这个中等的就是没有欠钱啊，所以你赚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可以花。那上等的以前已经赚很多存在银行了，现在不用赚钱，每天拿着卡去领钱就好啊，你看差别就是这样啊。那你过去生已经久很多了啊，所以上中下的不太一样。那你现在这个犯偷盗，这个不犯偷盗，不犯偷盗，所以他赚来的钱都是他的，他不用还啊。这个不但不犯偷盗，而且经常布施。这个只是不犯偷盗，但他也不布施啊，他也不布施啊。这个不犯偷盗，而且又布施啊，不犯偷盗，啊，且常布施。那这里下品的就是他犯偷盗又不布施，他犯偷盗但是他布施，但是他偷很多布施很少，他偷了人家100万啊，捐给10000啊，让他心里面也可以怎么样啊，觉得说哦，我也有做善事啊，他叫人家募捐到1000万啊，他捐去300万700万直接留自己用啊，他但是他不是他的钱啊，那这个犯偷盗这个又有分了 啊犯偷盗不布施，犯偷盗啊，也布施啊，不一样。那这个犯偷盗，他基本上就下品的，要很努力才有少少，要看他当时的心啊，然后看他有没有布施。
看他偷来的钱做什么，难得而已失。因为你让别人努力得来的东西也偷去了嘛，失去了嘛，所以你也会这种果报。那这个是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但是也不会给别人。所以因为这样，他赚多少就有多少，要努力才有，不努力就没有。那这种不是自己很努力，他不但不去偷别人的，而且常常把自己努力来的给别人。那你看一样啊，上中下啊，应付报来付啊。那你要得到很多钱，你不是去求财神、念财神、拜财神，你要怎么样？要不偷盗且常布施。你要这样做啊，那个因才有那个果啊。你要了解那个因才有那个果啊。啊，像大智慧里面后面会讲到啊，说有一个外道，然后死了之后，然后他们的信徒把他抬出来，说谁只要看到啊这个人，那么他就会有福报，就会有智慧。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只要看到舍利子啊，就有福报有智慧。不是，福报智慧都是修来的啊。那不是说你看到了智慧，不是这样看就有智慧啊。那这样看就有福报，不是，是你看了之后，你升起信心欢喜，决定要向他学习。那怎么修行的，我就怎么修行，是这样让你升起信心的。那你不是你看了就有福报，拜了就有福报。我告诉你，佛法不这么说，佛法不这么说，要有福报的因才有福报的果。一样要往生净土也一样，他必须要有敬业，敬业必须要有敬心，敬心必须要有智慧。你要了解这些道理啊。啊，那如果没有啊，你的相信其实是盲信、迷信啊、邪信啊，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利益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你看世间人心动啊，随着烦恼动啊，心动其实动就是动乱，都随着烦恼动啊，就无明啊、贪爱、爱好福果报，爱好福乐的果报，而不去修学福乐的原因啊，就是不去了解福乐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想得到福乐的果报，那么只求有福有乐啊，那么不求灭苦啊，灭烦恼啊。你看世间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很多，有时候很多法会都是，你看写一个牌位，然后消灾免难啊，捐多少钱消灾免难啊。那你这样拜佛，大家诵经，然后诵一诵啊，就不用我去修啊，我就捐一点钱让这一些人去修啊。念经就是修，不是，念经有很多种错误。第一个就是啊，大家一起来念经就有功德，那么你捐了钱，看你捐多少钱，我就给分配给你多少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啊、我不用我修嘛，我就赚着钱，然后捐一点钱，然后告诉让大家去修，替我修。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佛法不讲这种事啊。所以求有只想享有，有福报，求有福报，有智慧，有长寿，有幸福，有快乐，而不去灭烦恼、灭恶业、灭苦啊，不去灭自己的贪嗔痴啊，那么就想得到戒定慧，就想得到福报啊，不造善业而要有善报，不灭恶业而要除恶报啊，要消灾免难嘛啊。那么你都没有学习佛法，没有智慧，那点一个佛前灯，你就要得到智慧，哪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啊。点佛前灯是告诉你我要向佛学习，学习佛的光明啊。那么你都没有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叫做啊，爱好福果报而不好福因，求有不求灭。那么会这样都是心有烦恼啊，心不明白，先闻邪见法啊。那么过去先听到啊错误的方法、邪见的法，心浊而深入。我们学习佛法很多一开始都是啊听到的佛法不是很正确的啊，都是啊就是比较表象的啊，就告诉你哦，你只要来发心哦，只要来诵经，只要来拜佛，那佛就会把快乐带给你，把福报带给你，替你消灾免难，让你增福增寿啊，都是这样的啊。心执着啊而深入啊，那么我此甚深法，无信云何解啊。你看佛陀就啊，世间人因为像这种观念在印度本来就有，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啊。那么就觉得啊，我有能力替你消灾，我有能力让你祈福，佛法不这么说啊。甚至啊，比如说像现在妈祖出巡啊，那很多人就觉得妈祖可以保佑他
啊，妈祖确实也有那种能力，神确实有神力，天人也有力量，但是真正保护你自己的不是这些天神，是你自己的业。你持一条戒，这条戒就能够保护你不受伤害，你修一个福，这个福就能够带给你喜乐。真正让你快乐的是你的善业，真正让你保护你不受伤害的是你的戒，你所持的戒啊。那么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你不了解啊，你好，那你说佛教徒不用去钻妈祖的神教，你去钻佛的神教啊，一样嘛，一样啊。那这个不是佛法啊，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一般人啊，心执着啊，那么这个心很深入的执着，所以对于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啊，所以佛法讲什么？四谛八正道啊，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你要从那个因缘下手啊，那个世间就是果，世间出世间都是果，那么净土五浊都是果，那么你要了解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为什么受这种果报，你要了解那整个道理啊，有因有缘啊。那我现在想要得到更殊胜的，或是我现在要除去我这样的苦果，那我必须要怎么做？有因有缘世间灭啊，佛法就讲这个啊。那你不去理解这个东西，你当然说哦，这个佛那么有功德啊，我念佛拜佛，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灭罪和沙，全部靠佛啦啊。那我要做的就是我来拜佛念佛就好了，那鲜花水果啊，二六十中啊，常常供养你就好了，那你就把福报给我了，你就替我灭苦了。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就算你拿钱给医生，那么你也只是医生，也只是告诉你，依他的专业告诉你，你这个病是什么病，叫做什么病，是怎么来的，你必须吃什么药，开药回去给你吃。你说医生啊，我怕我这个药哦太苦了，我吞不下去，你替我吃吧，我再多给你一些钱，有可能吗？不可能啊，哈！你这个药钱是5000块，我给你50000块，你替我把这个药吃了啊，回向给我就好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啊！那是我们学习佛法都这样啊，都这样啊，啊！我就捐钱给佛啊，供养佛鲜花水果啊，我念佛拜佛，佛啊，你就替我消业障吧，啊啊！我更虔诚、更专注啊，供养更多，我给你做金身。我给你的庙盖得很大，天天给你最烧最好的沉香，佛啊，你要保佑我，让我灭苦啊，让我得长寿啊，让我得富贵啊，有可能吗？你说医生啊，你这个医院我给你盖大一点，啊，你那个病床我都给你安金的，啊，我给你造一个金像啊，你替我把药吃了，有可能吗？不可能嘛。所以你看世间的人，只爱好福报而不去探讨那个原因啊，而不去从那个因下手。所以我持法甚深啊，缘起嘛，那无性云何解啊？那么他说，他去底下举个例子，如提婆达多，大弟子居家里等，无信法故堕恶道中。世人无信，于佛法中自以智慧求不能得。好，那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居家里是这个提婆达多跟着提婆达多的啊，他也是佛弟子哦，他也听佛说法哦啊。那么提婆达多有四个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叫做四伴党啊。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其中有两个啊，提婆达多是经常啊，后来还要害佛，自己要做佛啊，他出于烦恼嫉妒心了啊，那么所以就觉得佛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跟佛一样，我也没有比佛差，啊，所以他后来破惑身嘛，那么还出佛身血啊，用了很多方法，放罪相啊，放大石啊，啊，然后要害死佛啊，当然他不可能害死佛啊，但是就出佛身血啊，那么后来又因为生气啊，这个莲花社比丘尼去劝他，他很生气，一拳说，他意思就是现在的人说你算什么咖啊，类似像这样，就一拳把他打死了啊。又杀害，又杀死阿罗汉啊！你看啊，那所以你看他一个人犯了三条恶罪啊，无间他犯了三条，
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又害死这个罗汉啊，这个杀阿罗汉，一个人犯了，只有没有杀父杀母而已，啊，五条无间道犯了三条啊，所以没办法。后来又相信啊，这外道说的没有因果，啊，断善根啊，彻底没有救，啊，所以佛就没办法。佛即使有大神通，啊，大能力啊，那救不了他，因为他第一个他不相信。不相信就生邪见，啊，就断善根，就是他完全不相信佛法了。你看佛弟子的出家那么久呢，他也有神通，也修戒修定呢，十二年中都没放过戒呢，啊，那么他大概有六年，因为佛陀前十二年没有自戒嘛，那提婆达大概在第六年或第七年开始出家的，第六年回向神经就出家了嘛，啊，然后到十二年，所以六年中他都没有放过戒，啊，就是没有做过不好的了，那你看。啊，那么至少他用功过，那么佛说的法他都记得，起，他会讲，啊，他也努力修禅定，也得过神通，你看，那么像照这样讲，应该很殊胜啊，没有，后来断善根，不相信，要因为嫉妒心，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出于嫉妒要害佛，啊，破和而生，而且出于嗔心，一拳，因为他很有力量，一拳就打死，莲花色比丘尼是有神通的嘞。一拳就打死莲花色比丘尼，啊，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后来甚至完全不相信佛法。你看，所以我们，哦，一定要从佛法的根本理解佛法，而不只是表面的啊。好，那么提婆达多有四伴党，就是有四个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那么这里其中一个瞿迦也是其中一个，第一个是三文达多，第二个，啊，是叫做犍陀达婆，三文达多，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瞿迦利，啊，就这里讲的瞿迦利。第四个，啊，就是迦留卢提舍，啊，后来都堕地狱了，啊，迦留卢提舍。那这两个人经常毁谤舍利佛跟目犍连，在佛前在人前都毁谤舍利佛跟目犍连，啊，就谤舍利佛目犍连，跟说舍利佛啊跟女人啊那么有关系，心不净啊，有不净恨啊，啊谤舍利佛目犍连。有一天啊，这个瞿迦利啊，讲到这个瞿迦利，好，有一天这个瞿迦利啊，又去见佛了，啊，因为他也常去听佛说法，但是他经常跟着提婆达多啊，他也是佛弟子啊，那么甚至后来提婆达多令智无法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有，据说非常多的人啊，就是五百是很多的意思，那么很多人都跟着提婆达多啊，就跟着提婆达多，认为提婆达多比较有修行了。那么舍利佛目犍连把他劝回来，这四个人还是坚持跟着提婆达多啊，你看就很始终了啊，他一直认为提婆达多比较有修行啊。那后来这个瞿迦利啊，有一天瞿迦利又去见佛，顶礼佛之后就跑在旁边，那佛知道他一直，他们两个这个瞿迦利一直毁谤舍利佛目犍连，他就劝这个瞿迦利，因为他发现这个瞿迦利已经毁谤很多次了，讲不听。那么现在再毁谤，因为他毁谤圣者，啊，而且他在佛前也这样毁谤，在这个其他人前都毁谤。那么毁谤圣者的业蛮重的，他发现这个瞿迦利地狱的业要熟了，啊，因为毁谤舍利佛目犍连嘛，那么地狱的业要熟了，所以他赶紧劝他，他坐下来就跟他讲：“瞿迦利啊，你不要再毁谤舍利佛目犍连了。舍利佛目犍连是清净的，不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那么他听到佛这样讲，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佛说的话，啊，我相信佛，因为佛这样讲，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智慧，我所说的吗？啊，我说去舍利弗，目犍连是清净的，不是像你讲的有恶心有欲心，那么都跟这个其他的女人啊，有些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啊。那么这个、佛劝他，因为佛发现他在造恶业下去，他要堕地狱了，所以赶紧劝他说：“你不要再这样说了，你不要再这样说了。”那么瞿迦利还是说，他佛虽然这样跟他讲，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佛，我相信佛，啊，我相信佛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佛也可能被瞿迦，佛也可能被舍利弗、目犍连骗了。佛，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佛，但是舍利弗跟目犍连这两个人啊，真的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好，真的没有像佛说的那么清净，啊，他的意思是说，佛你也被他们两个骗了啦，啊，我知道佛没有骗我，但是佛可能被他们两个骗了，啊，所以舍利弗、目犍连真的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清净。那佛一直跟他讲，舍利弗、目犍连不是像你说的那么不清净的，啊，那瞿迦利还是坚持啊，舍利弗、目犍连是不清净的，啊，是犯戒的。好，那么这个佛没有办法讲，三次讲讲不听啊，就不讲了。这个回去，因为佛已经看到他恶业要成熟了嘛，回去没多久，这个瞿迦利就开始身上就开始长一粒一粒的疮。然后开始脓疮出血，然后非常痛苦，没有多久就堕入地狱去了，堕入地狱去。那目犍连听说，因为就开始传嘛，死掉了嘛，那死掉了佛会死嘛，啊，这个瞿迦利死后堕入大莲花地狱，然后就跟这个其他人讲啊，那么受记下地狱也是受记，受记成佛也是受记，就是预计啊，啊，这个瞿迦利已经堕入地狱了。那么目犍连知道瞿迦利堕入地狱，就想说啊，这个人跟我有不好的因缘，那么他是因为回谤我堕入地狱的。那么目犍连有神通嘛，神通第一嘛，他想说我应该去看看他，然后教化他，让他早一点从地狱里面出来。所以他就观察一下，用神通观察一下他堕在哪一个地狱，然后知道了之后啊，他先跟佛讲说我想去地狱救这个度化这个瞿迦利，啊，佛说你不要去，你去了哈对他没帮助，啊，那目犍连就说，啊，我就去看一下他，然后用我的神通啊，我是怎样感化他了，啊，那么佛说那你不要去，那目犍连想说，啊，人情义理上啊，他基本上他意思是说啊，他因为陪伴我堕地狱的嘛，所以。我去度化他，让他早一点有忏悔心，啊，叫他忏悔。你看释迦佛都没有办法叫提婆达多忏悔了，啊，你要去，他也回谤佛陀啊，佛陀都没有办法了，啊，那一样，他佛陀本来说你不要去比较好，呵呵，啊，后来目犍连还是去了。他去到那个地狱之后，就现神通，然后在第二个空中，那个瞿迦利后来看到目犍连了，啊，了解到是目犍连，他马上很生气，说。你来做什么？你害我的，害的，你害我害得这么惨，害的还不够多吗？我都因为你到地狱来了，你现在还要到地狱来害我吗？好，又很生气，一直骂他，一直骂他。你看呢，啊？那么目犍连一看到这样，哇，越骂越报越严重啊！人在地狱，因为他习惯了，人在地狱都一直骂，目犍连没办法，赶快又神通回去了。不然你待越久，他骂得越严重，他受的苦更多，他受的苦。但是他就觉得你害我害得这么惨，他没有害他啊，是他自己要骂的啊，叫他不要骂他也不行啊，停不下来啊。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多吗？我都因为你受这么苦了，你还要来到地狱害我吗？你看这种人啊是没有。后来目犍连就觉得这种人没有办法教化，三恶道没办法教化，不是像我们讲的那么厉害啊。啊，那目犍连不是有神通吗？那怎么不念个咒让他得清凉？怎么不念个咒让他不受苦？我告诉你，没办法，啊，没办法， 啊你不要以为那么厉害，目犍连神通第一，难道他不会念咒吗？难道他没有神通吗？没办法，啊，那你说，那我们凡夫啊，念个目犍连的咒，念个佛的咒，第一的人就可以得清凉，那个咽口鬼就可以吃得下去，
我告诉你，没有啊，不是这样啊。你不要以为啊，我们有那么厉害啊，啊，目犍连都没办法，佛陀都没办法啊，啊，各因业受报啊，啊，所以也因为不信法，佛陀跟他讲，他不相信啊。他跟他讲，你再造这样的业，你会受很长大的苦啊，他不相信啊。你不要再回谤了，你回谤下去哈，你以后会堕地狱啊，堕恶道啊。佛陀说，你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佛，但是我不相信舍利弗、目犍连，那还是一样不相信啊。佛陀说，你再这样诽谤下去，你会堕恶道啊。你看他不信啊，他不相信啊。后来呢？后来堕地狱了。所以，于佛所说的法，那么自以世人无信啊，虽然在佛法中出家，啊，但是没有办法得到佛的智慧啊，没有办法真正信佛啊，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虽然也学佛了啊，但是就不去了解佛法，不能真正信解佛法，没有办法从佛法中得到利益，真的啊，所以啊，佛法为什么佛法甚深？所以我刚才讲，相信佛法要一定要了解佛法，了解佛法所说的道理。道理、道路、道德，你要清楚啊！啊，要清楚，而且相信了之后要怎么样？依教奉行啊！啊，没有依教奉行，没有从信，一开始是信，还不是很真相信。后来因为理解，因为修行之后，越来越相信，越来越相信啊！得跟佛法相应了，那种信就可以不退转，叫做正信。所以正信真上者。不堕三恶道，因为你真相信，你这个信不是不了解的相信，不是不修行的相信，因为了解，因为相信而了解，因为了解而修行，因为修行而更相信佛法，更了解佛法，其实是这样。你要有这样的次第，最后完证入佛法，那个真正相信叫做四不坏信，因为证入了相应的了解佛法，叫做四不坏信，再也没有人让你不相信。啊，这种信才是真信啊！啊，所以信这里讲啊，这里讲以是于佛法，这瞿迦里不相信啊，虽然在佛法，但是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智慧啊。那为什么啊？因为佛法甚深，所以他不相信佛说的啊。虽然他信佛，但这个只是表面的事，他不是真信，不是正信。佛告诉他，你这个毁谤会让你堕地狱，他也不相信，他还是继续毁谤啊，所以啊，他告诉他这个舍利弗、目犍连是清净的，他也不相信啊，所以佛法甚深故，那么我们学习的佛法缘起四谛中道无我，非常的深。如果你不相信，不相信有解脱，不相信有善有恶，不相信一切的。有业有报，不相信一切的报果报都是从业来，都是从业来，业是从心来，心清净心啊，要从智慧得来，那么智慧要从闻思修来，要从如理思维依法修行得来啊。那么你如果不相信，那么你当然不能得到佛法的作用啊。好，所以后面啊。那么梵天王叫瞿迦里说偈啊，这个是我们啊，这个下一次再来讲啊，这个也是讲到瞿迦里，就是梵天王去跟瞿迦里啊讲啊，他原来的意思是你不要去测量啊，其实是你不要去毁谤舍利弗、目犍连了，舍利弗、目犍连啊，是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啊？那么用这个来比喻无量法欲量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说。啊，这个比较问题比较多一点，比较深一点。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